是的，没错，我好像又购入了一件贬值的理财产品，真是邪了门了！为什么我每一个投资入股的球员都这么的菜呢？今天他的这个表现真的让我非常的失望。切尔西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啊，5轮过去了，5场5球5分，真的非常稳定。反正我刚刚直播的时候已经破防了，我不知道看完球的你们是什么心情。